哎，大哥你好，你怎么称呼？张正红张正红是吧？啊，咱们这个地方现在是什么地方？托克拉克乡，伊犁市托克拉克乡哈尔叶村。哈尔叶村是吧？嗯，您接触巧克力接触几年了？4年。接触4年了是啊，吧？对，就是您这个，是通过什么渠道接触的巧克力？在一次我们在买肥料的时候，他们介绍的。说巧克力嘛可以，就是价格嘛，当时嘛我认为还有点高，啥个拿来用啊还比较，我们认为它那个效果还好。讲这一买就是买4年，啊，是我们吧？一卖就是四年，每年都买到一些来用的嘛。刚才我看您这个包装啊，您看第一款包装，来，您拿下这个包装，我们看到这个包装啊，这是两边还是带喜悦照片的，这是应该是15款的包装，那15款的包装，这是从，也就是说从15年开始用咱们这个产品。啊，就是很可能就是吧，4年了，可能就是。15年，因为这个包装是我们15款的包装啊。再看那个第二个包装，你看，第二个包装这个呢，就是19款的包装啊，从15年到19年，今年嘛已经是二零年了啊，对。2020年了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应该是第五个年头了嘛。5个年头，那五个今年年是头，第5个年头。您用这个产品，是什么效果？您给大家分享分这享。个效果嘛，它转过嘛还可以，转过快，7秒也可行。转果快，7秒也可以是啊，吧？对。前期表现怎么样？就前是，期表现嘛，它看出来嘛，它的这个长出来的叶子嘛比较牛，看起来比较可以。后期就是转果。啊，后期嘛转过。咱们这边这个种圣女果的多不多？种圣女果的不多，不多是吧？只有2家我们种圣女果。只有2家，2家都用巧克力吗？他们没用，他没用是吧？他们咋讲没用？咋讲？他们他没用，国就有是你的果子跟他的果子有没有区别？反正从水果来说嘛，看不当出来多少。从辣子上面嘛，我从辣子上面看出来，我每年的辣子比他早。也种点辣子是吧？刚才我们看这个圣女果哈，这果性还比较不错，因为这是在大棚里面啊。因为我这个没有加活，他们加了活的。你看。我比他晚种了10多天，比他们晚种了半个月的时间，他们加了半个月的活嘛。哦，你我这个是正月13才摘下去的，正月13是吧？反正就是通过这4年，你给巧克力一个评价吧。反正嘛，这个巧克力嘛，我认为嘛，可以，很好。很好是吧？用了满意不满意？满意，不满意的话，我今天也不会再去拿了。用了4年哈，希望咱们这个一如既往的支持咱们巧克力啊，也希望您今年这个丰收高产啊。可个谢谢，来给巧克力点个赞来。巧克力 OK。正宗颗粒水溶肥巧克力服务热线4006-231-1312。